西汉的汉成帝呢，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当中啊，非常有名。这倒不是因为啊他有多少的文功武治，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有名呢？就是因为他呀是被称为皇帝之中的西门庆。那么这个汉成帝他怎么成为皇帝中的西门庆呢？我慢慢给大家在这一讲仔细讲一下。汉成帝继位5-6年以来啊，虽然女色男风他都不耽误，但他一直呢宠爱他自己的原配许皇后。许皇后啊是刘骜当太子的时候就是他的太子妃，还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后来生过一个女孩，但这个许皇后命不好，这俩小孩相继夭折，所以呢汉成帝25岁了依旧没有子嗣，没有儿女。这个许皇后呢和汉宣帝那个许平君许皇后呢有关系吗？还真有亲戚关系。这个许皇后就是那个许皇后的娘家侄女。汉成帝当了皇帝之后呢，皇太后王政君，哎，他的一些兄弟慢慢哎都掌管朝政了。一日五侯啊，一天之内把他5个舅舅封为侯爵，因此王氏家族的势力逐渐就压过了昔日属于许皇后一派的许氏家族。特别是呢，在皇太后王政君的庇护下呢，这个王家兄弟越来越这个权势大。许皇后的父亲呢，许家被逼退职了，最后窝囊而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又发生日食了。朝中两个大臣呢，为了博取王氏家族的欢心，就以此以这日食啊，以这个上天示警来说事儿，对许皇后进行攻击，就把汉朝这几年灾异现象统统归咎于后宫，也就是许皇后她的头上。由此呢，朝廷内外的舆论呢就逐渐形成了，似乎汉朝当时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是由于后宫许皇后专宠太过所致。你说她真宠许皇后了也没有，她这么多女人，这么多男风。那么皇后专宠，那些大臣就说了，皇帝呢就不能宠幸别的美人，别的美人得不到皇上宠幸，就得不到和皇上睡觉的机会，自然这皇室呢后代子嗣呢就会匮乏，皇上要断子绝孙，这后果老严重了。看过两个大臣那个奏书，经过呢自己兄弟的一帮撺掇，这皇太后王政君就不高兴，皇太后不高兴，那做媳妇儿的那皇后自然就要倒霉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呢，许皇后呢年纪渐长，这女人嘛，从前古代历史中的色衰而爱弛，而成帝呢，汉成帝呢后来性取向他又丰富，因此呢他对许皇后的感情呢也就日渐疏远。更要命的是呢，汉成帝有一天微服私行到那杨阿公主家里去玩，忽然在公主家里看着一个跳艳舞的美人，忽然进入汉成帝的眼帘。谁呀？美艳绝伦，秋波荡漾，这成帝一下就酥了全身了。这个美人就是赵飞燕，皇帝看上谁，谁马上就会走运。于是呢，当天赵飞燕玉体横陈，躺在了后宫的玉榻之上，两小骨短，春风几度。汉成帝欲罢不能，太喜欢这美人了。第二天，赵美人一步登天，马上就成为嫔妃当中最高等级的婕妤。这位赵婕妤赵飞燕呢，由此就闯入了我们中国历史当中。赵飞燕这个人出身非常微贱，他的父亲叫赵林，实际上是公府的公奴。那赵飞燕出生之后呢，这个赵林也挺穷，当时就无力抚养，一看又是女孩，因此呢，赵林就派人把她扔到了荒郊野外。到了晚上呢，那赵林呢每每心亏，好几天晚上总是梦见这婴儿在哭。于是第四天，这赵林亲自到了原地去寻找，就扔掉这闺女，结果呢发现那个女孩还竟然没死。一看这闺女命这么大，这个赵林就要把这闺女抱回家勉强养活，反正当时给口粥给口什么，就把这女孩养活大了。毕竟家里穷，这个赵飞燕很小时候她就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练歌舞，做那个家妓，就家中的这个跳舞的小姑娘。当时她的领悟力非常高，学习能力也特别强，
因此呢，他跳舞跳的是高妙绝伦，他那舞技，当时跳如燕子一般轻慢飞翔。杨娥公主呢，当时就去他起个别名，就叫飞燕。他的妹妹赵合德呢，哎，也是一个美人，后来也到了杨娥公主家，更是肌如白雪，面似桃花，和姐姐一样，绝对是绝代佳人。哎，为了巩固自己在皇帝面前那种宠爱，赵飞燕呢被封为婕妤之后呢，极力推荐她妹妹赵合德哎给成帝，所以说汉成帝当然高兴了，见到赵合德更是魂飞天外，一见倾心，从此呢左拥右抱，赵氏姊妹花就盛开在未央宫内，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许皇后呢就是人老珠黄，再引不起汉成帝的兴趣了，伤心之余。原来智商情商都挺高的许皇后开始干傻事儿了，她和她姐姐开始找那巫师诅咒，然后做一些什么赵飞燕啊赵合德姐妹的墓活就埋在宫里，结果呢诅咒之事哎这个案发了，最终呢这个许皇后以自杀为结果，如此一来啊，许氏外戚的势力就被王氏外戚的势力在都城之内啊完全干掉完全铲除了。许皇后死之后呢，皇宫内院那都是赵氏姐妹的天下。说到赵飞燕赵合德姊妹啊，肯定不少文学家剧作家眼睛发亮。哎，你想编排2000多年啊，这姐俩啊现在依旧是最佳的文学和戏剧的戏肉，因为他们历史上太有名了，赵飞燕赵合德。虽然说是环肥燕瘦，哎，历史上美人多嘛，还有一个环呢，就这个杨玉环呢，杨贵妃呢，但是呢，对于文人墨客啊，对于画家来讲，这个杨贵妃按现在的审美情趣，你还真不如赵氏姐妹花好写、好演、好画。你想，我们现代人这美女都开始减肥减瘦，人家不用减肥，长得就这么苗条。所以说呢，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现在一听这个，文人啊、墨客、画家呀、包括这个写剧本的编剧，就特爱写他们俩的这个戏份。赵氏姐妹是两个人啊，因此有关他们的史料是太充分了。我说的史料实际上加个引号，为什么呢？我读过许多历史书，在真实历史史料当中，有关赵飞燕、赵合德姊妹这个资料啊。最权威的要数班固那《汉书》了，其中关涉两个人的武技啊、容貌啊，大概只有几百个字，而事关床上那些香艳，少之又少，几乎没有。班固最多就是渲染一下汉成帝专门为赵合德装修的那个朝阳殿有多么的奢侈和豪华，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这两个人顾宠专宠10多年，谁都没有生孩子。同时呢，这班固这个史料当中还涉及了一项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定陶王刘康的母亲傅美人，就元帝时候那美人，这个时候已经是老美人了。她曾经带着孙子小定陶王来到长安，送了无数珍宝给赵氏姐妹，收人钱财给人好处啊。最终呢，这赵氏姐妹合力，使得小定陶王能给汉成帝哎当成他的太子，因为汉成帝一直自己没有孩子，没有子嗣嘛。至于汉成帝多么荒淫，班固呢也没有任何的细致描写，只说啊他身体一直健康。突然有一天早晨，这位汉成帝这位爷刚刚起床，绑缚袜带，原文是“缚裤袜欲起”。咱们一看那裤袜，古汉语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汉成帝穿那连裤袜，或者是不是有易装癖，没有。汉成帝当时穿的就是类似于今天绑腿的那个东西，等于是那个袜带，突然之间他就手抖昏迷，话都说不出来了。结果没多久这汉成帝就暴崩了。从症状上看，汉成帝他应该是急性脑出血，或者就是脑溢血，或者就是心脏病心肌梗死，嘎嘣一下老哥们就过去了，应该是喝酒太多，因为他是在床上起床的时候死的。那么汉成帝暴崩的当夜，是否当时正好有这个赵合德这个赵昭仪在旁边伺候他呢？史书上也没讲，只是民间有关赵氏姐妹传言太多，确实议论纷纷。最最重要的是呢，因为皇太后王政君非常恼火这个赵氏姐妹，于是就派了个叶廷令，还有相关的司法官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着赵合德开始立案审查。汉成帝呢，这皇帝呢，毕竟死在自己宫里。
惶恐之余，这个赵合德造昭仪这个美人当时就自杀了。接下来呢，《汉书》上就记载，那都是案件了，所以说那案件资料特丰富。这赵石抄录了当时司隶，就是管司法那官员谢光他的奏书，其中基本上都是指斥赵氏姐妹害死宫内的美人所怀有汉成帝骨肉的罪行的。哎，这篇藏奏文，如果我们细看，如果你有古汉语的功力，你仔细看，绝对是典型的汉代司法文件，其中还有好多细节。那么谢光奏文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我当时看也觉得呵，一下悚然惊之，就当属什么？当属那赵氏姐妹他们在宫内那种骄横，让我们后人都感到非常吃惊。你说面对皇帝，这两个美人已经是到了骄横跋扈到这种地步，堂堂汉成帝竟然对这个姊妹花就这姐俩言听计从。为了让他们解气啊，他竟然下令害死自己两个啊孤孤注地的哎这样的两个亲生骨肉。那么从谢光奏书当中我们发现，汉成帝呢最少有两个男孩，实际上当时都被那些宫中的美人生下来了，都是因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因为这两个人当时一弄一劝一撺掇啊，结果都死了。那么宫人曹氏所生的男孩呢，根据谢光那个奏书上记载，生下来头发浓密，长相还特别像汉元帝，哎，就是让健壮活泼这么一大胖小子，就是因为赵飞燕的愤怒和赵合德的哭闹，成帝呢被迫就派人把那个生孩子那个曹氏给毒死了，还活活饿死了那个小孩，这可是汉成帝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啊，甚至在孩子死后埋在什么地方，谢光当时都查不出来了。同时呢，我们还在奏书当中看到历史中真实的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一个类似泼妇的赵合德。你想这个女人国色天香啊，绝对美人啊，哎，她竟敢对汉成帝公然撒泼，捶胸顿足，还以头撞柱，要死要活，而且就像小三儿问苦主一样怒问汉成帝，你不是说你天天在我姐姐那里吗？这个徐美人生的是从哪里来的？你不是又想立这个徐美人为皇后吗？啊，我们这姐俩还怎么活呢？随后呢，她就在地上打滚，哭泣绝食。当时呢，尊为天子，忧急之下看这宝贝儿在地下打滚，不吃不喝，汉成帝唉声叹气，怎么办呢？只得让人把那个徐美人啊到他的宫里，你把那孩子给我交出来。这个小孩子呢，被装箱送到面前。汉成帝自己和赵合德两个人亲自验看之后，亲口下令派人把这小孩子干嘛呢？不是送到外头送人了，活埋了。而且呢，谢光的奏书当中，哎，从那个内宫那官员坦白交代的那些言语当中，我们还发现呢，还得知掖庭内部，就是后宫内部的上下官吏啊，上下那些宫女啊，都被赵合德买通了。凡是宫内的美人有机会被汉成帝遇幸了啊，怀孕生子的无一幸免，要不就是被杀，要不就是孩子被弄死。而在赵氏姐妹的这个淫威之下，怀孕后被强迫引药堕胎的，导致身体伤残的工人和美女也有好多好多。但让我们后人感到很奇怪的是呢，所有这些事情这些恶事儿，似乎呢皇后赵飞燕这姐姐参与的并不深。这个恶人呢，基本上都是赵合德这一个人，哎，这些坏事都是他撺掇汉成帝惯的。由此呢，谢光把这个调查所有的详细这个案件写明了之后呢，把这奏书递上。新继位的当时这汉哀帝呢，不置可否。为什么呢？当时这位新皇帝也不过是他祖母傅太后的傀儡，由于刚刚搬入皇宫，这一老一少呢，似乎呢还不大懂得如何处理朝中大事，尤其这个内廷的事儿。那无论如何呢，新帝继位，对先帝暴崩的事情呢，肯定要所表示的。但赵合德呢已经自杀了，哎，主先已死，于是呢就以新帝的名义下诏免去赵合德哥哥新成侯赵钦，哎，和他儿子的爵位废为庶人，哎，将他们这个赵家呢也都流放到这个辽西郡。不久之后呢，又有大臣，有叫耿玉的，又上奏书，这次矛头就直指赵飞燕，怒斥他没有母仪天下的资格，应该被废掉。但新继位的汉哀帝，他之所以在汉成帝那个活着的时候能当成太子呢，先前赵飞燕是出力不少的，
那汉哀帝的奶奶傅氏，就汉元帝时候那傅昭仪，此时是傅太后了，也认为赵奋彦有恩于己，于是呢，这个傅太后还有汉哀帝这娘俩，和这个他们自己的外戚啊，这个家族一商量，最后决定对大臣耿玉那个奏章啊进行冷处理。因此呢，当时成帝暴崩这事儿呢，就以赵合德的自杀为暂时的终结。汉朝的这个官员就没有再继续追究赵飞燕皇后赵飞燕她的什么罪行。后来汉哀帝崩后呢，太皇太后王政君和他侄子王莽终于抓住机会一泄恶气了，把赵飞燕贬为庶人。当时绝望已极的赵飞燕呢，才不得不选择了自杀。纵观汉成帝的一生啊，确实是放荡昏庸。让我们后人叹息的是呢，如此好色的皇帝，连一个儿子、一个子嗣都没有。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把持后宫，专宠弄权，确实呢属于历史上的奇事。但如此昏君，每人三人组，宫闱秘事，按理说年代久远，就凭着班固《汉书》中那点资料，按理说不会让后世人觉得这他们的事情有多么香艳淫荡。按理说这汉成帝也成不了皇帝中的西门庆。那么汉朝之后呢，说起浓情艳史，文人墨客津津乐道了，都离不开汉成帝、赵氏姐妹。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一部史料的原因。这个史料叫什么？叫《飞燕外传》。这部书号称是西汉玄龄他写的，其中呢有些描写呢还被司马光啊撰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借鉴引用过。因此呢，从宋朝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以为这部书呢是一部信史。实际上，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飞燕外传》荒诞无章，而且作者玄龄一看就是一笔名，他也不是什么西汉、东汉之交的文人，更可能是魏晋时代的文人托名而作。上述描写，如果看过《金瓶梅》，我马上就能想，哎呦，汉成帝和西门庆的死法一模一样啊，只不过是赵合德换成潘金莲而已。《飞燕外传》之后呢，又有《赵飞燕别传》啊，这本书是宋代文人秦纯，他根据南朝时期梁陈年间的文人作品他演绎而成，基本内容啊和《赵飞燕外传》大略相同，文笔更加优美。人物心理描写确实比那《飞燕外传》呢，更上层楼。但艺术成就方面，它实际上显然不如《飞燕外传》呢，它这写的这么精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催生出描写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的白话人书。这本书叫什么？特有名，叫《朝阳趣史》。为什么叫《朝阳趣史》呢？赵合德住那个宫殿叫朝阳殿。这个《朝阳趣史》这部小说，泱泱四卷，署名作者是谁呢？古行燕燕生。我估计大伙儿听到这五个名字就想起兰陵笑笑生了。现有明代抄本呢还传于世上，这个书的情节就丰富生动，语言呢还通俗易懂，一时间呢就在明朝当时啊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在所有官涉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的史料和文学作品当中呢，这《朝阳趣史》篇幅最长。他的故事梗概呢，无外乎就是拼凑《汉书》的外戚传、《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别传》等等这些书。但作者最终的目的，就是当时的书商卖书赚钱。所以呢，创作者我估计可能是个小创作班子，就跟先前的那些书商一样，这个创作小班体啊，实际上就想借这个小说来宣言。字里行间对于赵氏姐妹和汉成帝的各种性行为赤裸裸描写淋漓尽致，最终呢成为一本真正的淫书。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看汉书《成帝本纪》，那么作者班固对汉成帝的负面描写实际上就少之又少。多少字呢？四个字，耽于酒色，沉湎酒色的意思。而且那个耽呢是湛江的湛，这是个多音字。日后民间叙事当中，在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的衬托下，汉成帝就完全成为一个皇帝中的超级西门庆。他的这个形象实际上还要归功于《飞燕外传》《赵飞燕别传》，特别是《朝阳趣史》的这样的渲染。汉成帝暴崩之后，大汉朝怎么办呢？别说，还真有人顶着呢。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我们下一集再说。